六超。全部都撤回来了。好，辛苦了。少说些话吧，我们已经没水喝了。每天都这样烦死了。你们觉得我们能继续存在下去吗？什么意思？我指人类的文明，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就因为人类的一个错误毁于一旦吗？人类已经不是第一次犯错了。基本上来说，人类的存在就是一个错误。人类已经不是地球食物链的任何一环了，统治整个世界，残害其他生物。这场灾难是人类引起的，所以只有人类遭殃。灾难爆发前，我们总担心全球暖化，还有粮食问题。现在人类没了，这些问题也没了，生态也恢复平衡，算是老天爷对我们的惩罚吧。想想看，以前人们每天都在争着名利和财富，为了这些东西勾心斗角、尔虞我诈，失去了生命的本质。我们几千年的文化终究还是被自己给终结了，现在又回到原点，重新开始了。之前许国一总把公司干了一群白酒过来，那时候我们大家都在负责轮流防守，那为了要让大家保持清醒，所以我就没有告诉大家。那大家都不知道能活几天，就把他给放了。给你拿一个，我开。来，红毅，你先喝。哇，1996年的。那时候我都还没出生。你没喝过酒？我原本要参加这次升学考试，每天都在 K 书，现在都没有用了。唉，我爸生了重病，健保垮了以后没得给付，我每天都在打工赚钱。在机车行？对，不过现在这些都是过去式了。来，瘦子，酒拿去。我怕我会失去你，你现在是我唯一的亲人了。手伸出来，打勾勾，我答应你。大家加油，这一切就快结束了。说得好。哎，酒呢？干，瘦子把这瓶酒干走了，跟玉兴一起喝了。谢谢。明天我觉得他们会猛烈的攻击。为什么？直觉。好，先这样。跟妈妈联络。爸，你还好吧？还好。你联络上妈妈了吗？没有。快，快下车，找个地方躲起来，不要跟别人说。大家都喝太多了。好，范围缩小了就轻松了。今天我们要在哪？不知道，看瘦子怎么说。好，现在安全了。橘子后门口，红衣正门口，雅欣跟伟仪，等一下再说。瘦子哥哥，为什么那些感染者可以不吃不喝呢？人的体积这么大，怎么可能这样存活？又不是单细胞生物。不知道，可能是他们 DNA 被改变了吧。
我指的境界是他们只能存活六周而已。据了解，这种变种病毒是超形态突变，那么他们很像是可以让人类凶猛的基因表现出来好几百倍，也归类在反转录病毒里面。我们所剩那样多了，可以亚金反身上。办不要跟其他人讲，因为现在大家心情都不太好，状况都不稳定。有动静了，他们进入A区了。